生一些偏差。两分差的比赛，这一球，主审觉得偏低。我现在看到洪总总教练就要出来抗议了。我现在有一个肢体上的动作。那一次我记得是总冠军赛，好像是也是最后，记得补手是刘思豪。对，刘思豪接一个外角球，好像那个投手好像是走投了明星嘛。对。然后一个边边的球，他这样晃了一下，然后我看他动作蛮大的，就而且是边边角的球，我就不给他。然后明星就有点动作很大，我就上去，我就准备看他在，如果在我上去的时候，他如果缓和的话，我点头警告。我上去的时候看他如果再大一点的话，我就可能就会看后面怎么办。当我走上去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好像是压轴的投手，没人了嘛，是很顺，对，而且后面没投手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洪一中可能看到我要事情不对，事情不对，他一上来的话，他非常，其实他非常有技巧。他回来，他上场的时候撞我那一下，不是正面推的那种撞哦，他是好像要欠架一样，从我跟明星之间穿出来，而且他身体碰了我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莫搞完，你莫搞完，刀就挂起来。对，他是很有技巧的。我现在就问我说，哎、欸，我看到画面，他好像推你，你怎么把他赶出去？但是我当下的解读不是这样，他如果一上来之后就推我，就说你起码现在碰上来，我那当然就是很知道是针对性的。他一上来之后，他就是很有技巧，哎、欸，你莫搞那。这里刀去挂存，因为你们算资深队，对啊，资深队，因为都是从那个阶段上来的、啊。你当时有看到他冲上来吗？因为他那个冲上来是经典。对啊，因为我他不冲上来的时候，我再去的话看那个投手丢的反应，如果够大了，我就直接要赶。他也知道说这个时候差不多要冲上来的，所以他要快啊，他慢一点的话，我跟投手这边的对话。他跨过那个线红线的话，我可能就把他赶出去了。他在还没有跨出那红线，他就火速的用跨栏的动作跑上来。最有技巧的是他那一个的动作，他不是上来就是推我说你怎么判的，他是说哎、欸、你不可能哎算球哦逛出来、啊、然后后面才再来讲那一颗球，哎、欸、他认为是好球是什么之类的问题。